让我悄悄蒙住你的双眼系列，我都笑抖了。为了几个好看的照片哈，这得折腾一天呀。又看到新人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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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喂，我们这相机真好，这拍的多自然呢。这唯美的照片背后都是这样子。冷哦。到时候图片修一修，看这新郎长得怎么样。到时候图片修一修嘛就好了。来来来来，看新娘长得怎么样。看脸。还挺有夫妻相的。周末的时候，公园呀，还有这个往码头去的这条路上呀，就有好多拍婚纱照的。其实上海这些稍稍好一点的景点，人少的景点都有拍婚纱照的。前面就是广阳码头，这条路挺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莹莹，我身后呢就是吴淞的国际邮轮港，我们管它叫吴淞码头，这是亚太地区最繁忙的一个邮轮母港。如果我要是有航拍的话，可以从高往下看，那很壮观的。但是呢，手里没有航拍，只能简单的给大家拍一拍。它连左边和右边呢面积非常大的，我正好今天带了高倍的一个摄像机，就是能望得远一点。我们可以从外面简单的看一下邮轮码头。距离拉近拉近拉近。哎，上海吴淞，吴淞什么邮轮码头呀，被那个旗给遮盖住了。看这摄像机多好。这旁边呀都是啊，这个是在建的一个这什么塔呀，这是，这好多网友们应该知道的吧，正在建呢呀。这边基本上没什么游轮了，这边上的都是一些小的水艇，还有一些货轮在边上停靠的，大的游轮一个都没有，包括这个大门。以前的时候，哎，这边客流量还是蛮大的，车子啊、出租车呀、来回进进出出的，但是现在门大多数是关着的，如果有车辆进入的话是限开门的，旅游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那边也是新建的码头，那应该是新建不几年的，这应该是宝钢建的码头，我猜的啊。我宝山的朋友应该知道。看看这大门多数都是紧闭的，没有什么事儿不开的，就说明它这个国际旅游线应该是停运的状态。顺口这么一说啊，不代表准确，只是我肉眼看到的，我这么感觉的。在以前的时候，这边会停靠很多游轮，但是现在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嘛，这个国际旅游啊，包括国内旅游啊，在疫情的这个影响下
都非常的淡。我现在也看不到那种旅游的游轮，只能看到很多货轮。你看，以前游轮都在这边停靠的，像几层楼一样，像一个大厦一样在这边停靠的，但现在看不到了。看这个货轮，看那边的货轮，因为距离太远了，加上天呢这个湿气又重，那个货轮若隐若现，那个货轮比较大，右边那个。一缕阳光，感觉觉得感伤。啊，这边黑的长条的都是货轮，也一手接一手的，这边都是，哇，全是集装箱。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，你还未来怎敢老去，未来的我和你奉陪到底，你若同意。哎呀，这个婚纱照又跑这儿来了，真是和你并不在意我的初心。不是毛是没关系，但你住的面大，过去无法参与。这个背景还是挺漂亮的哈，这那边有货轮在动，然后这一对新人站在石头上。我有一把钥匙，哎呦，解开你的故事。不能笑，一笑这个就抖了啊，稳住，我就这么想笑。七月的风，八月的雨，美味的我喜欢遥远的你，因为江边风很大。未来的我和你奉陪到底，反正一辈子这么一次。我已领去，可你并不在意我的初心。冷就冷一点，来个一步到位。无法参与，但我还是喜欢你。七月的风，八月的雨，新人真的定格了，不知道还以为定格了。其实他们两个这个造型保持的比较持久。后面的货轮在转，在动，他们两个撑得住。可你并不在意我的初心，你的过去无法参与，但我还是喜欢你。累了，冷啊，最主要是冷啊。七月的风，你说这个身高到最后修图能给修成什么样？肯定是腿超长那种，然后。特别高又婀娜多姿，肯定是那样子。最后修图成品的时候，其实婚纱照60%都是修出来的，缺少真实性，还是日常生活的照片看得舒服。喜欢你，哎呀，这个冷啊，冻死了。我们看一下这地形啊，这边呢就是游轮码头这条路。那你看，从这条路紧接着这个门口呢，就是我说的炮台湾湿地公园。你可以沿着公园的边上，就在这个木栈道上一直走，一直沿着长江边走，就看着游轮，看着货轮，空气也好，风景也好，人又少。走，咱们进去溜达溜达。沿着这个木栈道一直走，听听长江水的声音，吹吹长江风，再看看货轮。哎，这边风大凉快。哦，人少不关键。这里呢适合小两口、小情侣来溜达溜达。当这女孩子冷的时候吧，你可以搂着她，因为真的冷啊。
风大。总把别人想的那么浪漫呢、啊。来吴淞码头呢，又是打个赞就要走呀。我这边手头上有点事情，回去得查东西、查资料，要马上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人家，所以呢，我就得走了。哎呀，本想再多玩一会儿了。来了之后呢，看看万吨轮。万吨轮并不多，但是能看得到。我现在眼前就有万吨轮，装了很多很多个集装箱。顺着我这个木栈道哈。沿着长江边一直朝前方走，一直能走到公园的另一头。这公园很大，我建议大家没事出来走走，就像我这样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啊。我本来想从这头走到那头的，但是时间不够了。现在有三点钟到的，这四点多钟，一个半小时。我现在有事情了，成年人呀，反正有点正事儿的也没办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来今天想拍两个视频的，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了。怪自己没办法，怪自己无能。行了，我还是回去吧，要不然心里有事儿头，玩的不开心呢。正事儿最重要，朋友们，带你扫一圈啊。被风吹的头发都是一绺一绺的，挺好，出来走走。今天特地穿了一套运动装，能看得到吧？我没办法，自己自拍的，框不了整个身体。以后别这么懒，勤快点，上午出门，中午到，能玩一下午。好嘞，朋友们，拜拜了，先啊。